你想来，我的天气今年寒冷的天气，寒冷感觉讲吼，那亲像含这往年无啥同款的。昨底这啊，东部天顶讲出现了，予人叫做火烧云的这种影子。啊，不过这台当的气象局来表示讲啊，要通常啊，有当时啊，这天气啊，要变天啊，是要转变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多好，就伫这日头要落山的时阵，就会出现了这种火烧云。27号暗头啊，台东的天顶熊熊变作规片红色的，天顶的云被舒适，会当跌烧同款。真侪民众拢专工走出来看，拢有都讲台东的云乃变甲遮尔水。这款云或者火烧云，一般是伫热天较看会到，但是台东伫冬天阁看会到，实在是真罕见。有民众就翕相放伫网络顶头，引起大家讨论。有人就烦恼讲，是毋是风台要来，或者是要落大雨？但是台东气象站表示讲，请民众唔免烦恼，这是天气变化自然的现象。通常在那个天气要转好或者转坏，或者是有锋面接近的时候，会有那种高层的云出现，再加上那个阳。夕阳这样射上去，就会有那个彩霞出现。红色云真正真水啊！台东民众这个未来感受到这天气变化嘛，真正真大。先是落大雨，所来又个出现火烧云，这款特殊的气候现象，甲往年冬天无相同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